新年好呀！这么久了没开工，你还这么开心？这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啊！况且，谁说我们没工作？谁还请我们呢？你没听说过年化新势力吗？听起来很有希望呢。快来带我们回家吧！我是佛山木板年画四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宗平，经常带着年画的手艺周游全国。逛啥啊，靓仔？大家觉得我形象就特别像女侠，所以大家给了我个江湖封号叫年画女侠。为什么就是想要来参加这个录制呢？因为它是比较亲民亲切啊，就想要。年画不那么古老，就想要以更加亲切然后可爱的方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其实呢，可能观众朋友听到佛山木板年画，第一反应咩嚟噶？谂起块木板先啦，首先系嘛？嚟，我哋睇下我哋右手边啊，你哋右手边啊，呢对非常喜庆嘅年画，其实大家就一眼就知道佢系咩嚟噶，系咪啊？系门神嚟嘅，而且关。After 7 years in the field of New Year pictures, Liu Zhongping has tried several different ways of gaining more exposure for the art.岭南这个姓俗啊，就还是有的，只是可能它贴的就是机器印的，它其实有这种土壤的，我只不过是告诉大家，当你想用的时候还可以用回年画。财神到，财神财神，你又要接张啦。这间老铺呢，据师傅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从师爷、师傅、师兄到我，几代人都在这边做年画。以前这条街都是做年画的，就叫做年画一条街。现在就只剩下这间铺子了。这个就是田丹门神最经典的我们佛山年画里的作品。然后这一批呢是98年老铺复业的时候师傅做的一批，当时是做了几万对，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呢，然后到现在就还没卖完。佛山木板年画非常具有岭南的特色的。门神是我们这边是用关公，而且一对都是刀口要向外，还有贴在新婚夫妇的，像放元吉地、天仙送子、福禄寿啊，贴在厅堂上。一般呢，这种叫做门画和神像画。Foshan has long been an attraction for business. The wish for fortunes and blessings has remained, and the deity people turn to varies, which can be seen from the variety of immortal images.In the local New Year pictures. Liu Zhongping has selected a few Foshan favorites for her planned New Year picture renaissance. In the universe, Liu Zhongping is trying to construct, the god of wealth can bring wealth in billions, while safeguarded by the two gods of love, a couple will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桃花运要吗？The door gods protect families from the ill fortune and are symbols of safety and good health. The goddess of fertility can create magical births. 送子了，送子了。The number one in national exams stands for the exam killer and straight A student.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images and modern buzzwords immediately turns Liu Zhongping's New Year pictures popular amulets.这个就是要给朋友们发货的考神，这个考神是最近大家来请的比较多的一张年画。
大到高考、中考，小到考车牌、考职称，凡是跟考试相关的，他们就会请一个考生，所以呢就比较受欢迎，就有非常多的愿望成真的故事，仿佛年画里的各大神仙都重新复活过来了。我哋印俾佢啊，咁啊即系我哋要再咁执啊。即系印嗰阵时你要印。我哋印啫，唔系话再纸俾佢。我哋印，我哋印。即系搞错。然后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活动。最近不是那个故事不是被那个要做成试卷了吗？现在又开始有很多人去邀约我们做考神钻堂。大家知道什么是状元吗？只考了第一名的哈。如果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个叫状元及第，可能大家听一听就当故事过去了。但是呢，会加上一些很有感觉的词语，逢考必过，想不想要？想要哈。清朝那会儿很繁盛，就是因为它是契合了人的心理需求，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不是拿去观赏，它是真的去用。大家一定要想清楚愿望，好吧？在岭南人民心中，祈福许愿这个事情里，他就希望你用的年画是越古老的，他就觉得我们用句俗话说就越灵，就是他们就越喜欢用。你的小愿望是什么呀？成为舞蹈家老师。哇，考进年级前五十，前八十名，年级前五。哇，人家叫我把他叫做干女了，我的师傅的徒弟都没问题了，很乖的女孩，很乖的徒弟。乖，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听人家评价我乖巧，不好吗？那好好好。你妈有没有这样子？我妈没有。7 years ago, Liu Zhongping started working in Feng's New Year Picture Shop. Working in sales to begin with, Liu eventually started studying the craft of the New Year picture under her mentor. 他可能就觉得自己要走了，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说，你啊一定要好好做。然后我那时候也答应他了，然后答应的时候我又觉得哎呦好害怕啊，以后做不好怎么办。你怎么体现他要打败病毒啊？这里有一个联合国的标志，这里还有一个爱心的标志。这里有个联合国的标志哦，这还有个十字架，还有个爱心，打败病毒然后就开开心心是吗？很棒啊。我坚持做年画，我觉得我对它最大的意义的畅想所在就是，当岭南的人们突然有一天想起，哎呀，我想试一试用年画是什么感受，然后上网一搜，哎，还有人在做年画，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传统年画呢，它讲究就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以免不出笑话，你不认识的，你就说那是瑞兽，啊 ，OK 了。我尖尖的牙齿，我的个子，你们叫我瑞兽。The man confidently offering this tip is Li Lian. He collected his first piece of folk art 30 years ago. Ever since he first encountered New Year pictures, they've become his whole world. Now Li Lian has a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5,000 New Year pictures. 人家说收藏家不是说你拥有了多少你就叫收藏家。其实收藏家就是你的成为这个东西的专门家。我现在做的工作还算是一个搬运工的工作吧。就是把这些年画传起来，然后再通过展览，通过活动把它传达出去，算是草根收藏家吧。这就是咱们家年画馆，然后我们现在呢正在做一个门神主题的一个展览，把自己的一套旧房子，拿来装一下，先做一个家庭馆嘛，
这个里头一次也只能挂个二三十件啊，至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布置选题。The small space does nothing to lessen the grandeur of these mighty guardians of the household.写过这么一段话哈，城市像一艘拥挤的大船，上面呢载满了失去故乡的人，而一张张缤纷的年画就像一张张的船票，让我们登上回到故乡的那艘船。这各地的年画没办法，就只有这么非常简陋的装着，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把它分出来。Recently, Lilian has been busy preparing for an exhibition. He has to select 40 pictures out of 5,000 to be exhibited. The 40 exhibits will be made of 20 pictures from the Sichuan and Chongqing area and the other 20 from the 15 New Year picture schools with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esignation.其实有时候画多了也是个麻烦，就是每次做展览你都得根据展览的那个主题啊来挑不同的题材，这个是可以的，这个老河口这张是可以的，这个要这个上官下财挺好的，上面是关公，下面财神，其实都是财神，就是文财神武财神。桃花坞这个就只有这次就只有不展了，其实桃花坞这个蛮精致的，他没到法院了就过来是吧？没有啊，不。As the opening of the exhibition draws near, Lilian moves on to the preparation of gifts for the attendees. Fortunately for this phase, he's able to call on the helping hands of his friends. 就是可到那个，可到那个套装头的，哎，但是有点污格，我发觉。你们认得到高头的字不嘛？花艺村。重庆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那么我也是那个里头的一员。哎，结果你问没得嘛？那个小标签装在头没得？在那里哈，谢谢。哎，啊，那个错了，不，那个要重装的，那个要。没有他们的支持的话，我一个人就是几乎不能完成的任务。你要么你就去花钱去雇人，那这个费用我也是花不起的。要么你就自己一个人做，那里也没法完成。他们都是我们文保志愿者的，就是小伙伴。平时我们出了这些工作，我们，去寻访文物啊，去扫街呀，去参加一些活动，在一起。没有亏啊。可以。一般要求他们吃了早饭来，不提供早餐，然后也不提供晚餐。如果是下午没事的话，也不提供午餐。经常还要请他吃。他们经常还要请我吃。Today the volunteers finally get a treat from Lee.They are going to work late tonight to make sure all materials for the exhibition tomorrow are in place. The possibility of introducing traditional New Year pictures to a wider audience is one reason why Lee is so devoted to what he does. 备好了的，好，不能磕多了，磕多了不好拉了。慢点。哎呀，他有那么快的吗？我们看到在这里呢，有很多关于我们年画元素的一些装置，这就是良品年画的一个门神。老廖很骄傲地告诉大家，这些
效果呢，都是我们园林名义馆给组委会合作的一个结果。大家再过来看这边，这个是五墙连画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画面，喜欢的话大家抓紧的，谢谢。怎么样？我看看。In return for the support he gave to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Lilian has been given a free venue for his New Year picture exhibition. But having a free booth also means he has to set it up from scratch. 你把你的工具先收到。我觉得这个莲花一挂出来以后，那个场地的什么简陋啊，都不是问题了。徐家辉那边的那个被个老花儿，有了嘛？哎呀，那个不要怕，那个以后没得了。他真的是每次那个，无论开什么展会或者怎么样，我们其实吧，都因为是他自己私人的哈，用他的钱吧也不容易。但他每次真的，我都替他心疼。Seeing his booth somewhat lonely compared to the rest, Lilian comes up with an idea.It worked. Naturally, a real life god of wealth handing out New Year pictures attracts a lot of attention.这是山东东昌府的麒麟送子，这个是河南诸生的三娘，这里面三个猴子，这里有个肥猪，这个肥猪一看就是个土豪，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打川牌，看到没有，那种长长的川牌。这个莲花的主题呢，就是告诉你不要去赌博，赌博的话你都会十赌九输，为什么呢？他们会合起伙来跟你下套。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心态也比较开放了，你捋清你自己要什么，你要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莲花，我希望我的展览就是能够给小孩子啊、年轻人呢、入门级的一个欣赏莲花这个民间艺术啊，能够在他们的心灵里就是种下一颗种子。我们摸一下，轻轻的摸一下，明月龙门哦。欢迎两位入住荞麦的莲花客厅，然后这边是你们可以在这里喝茶聊天或者是看看电视，然后你手上拿的这个枕头呢是我们莲花风格的一个抱枕，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定制的莲花的一团和气肥皂，是可以用来洗脸的。这个是财神，是那个刘海戏金蝉，是专门招财和守财的，希望对你们来说能够在年终整A year ago, Chiao Mai had this B&B guest house built on a small yard. It's now a very popular place. 那这边呢是我们就是每年的一个生肖年花的设计，这个是鸡年的、狗年的、猪年的和鼠年的。我们牛年的设计也正在设计当中。这个是猪年吗？对，这个是猪年的年花。名字叫做诸事圆满，这边我用了一个这边一个口字和这边这个字共用是为，看得出来吗？看到了，跟上面这个字是五共用是吗？跟左边这个字共用是之，连起来就是为五之足的足，和诸是谐音嘛。对，太会用谐音梗了所有的年华它其实都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个体服务的，从这个思路出发，跟人相关的穿的、吃的、住的、行的都可以跟年画发生关系。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发生关系。
how Mai studied the art of the New Year picture in college. It's been over a decade since she graduated and started to work at the Tao Hua Wu Woodcut New Year Pictures Museum in Suzhou. This is a Guosu版里面的这个秋冬美境图, 它是莫浪子的作品。 年画它能做了这么精致，虽然尺幅很大，但它精细的地方每一个细节它又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很精湛，这不得不感叹，就是几百年前的这个年画手艺人的这种高超的技艺。就是你看年画那么好，可是知道的人那么少，而作为年画工作者来说，我个人认为我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去为年画做一些什么。 For every Lunar New Year, Chao Mai creates a picture of a corresponding Chinese zodiac animal. She's drafting a design for the upcoming Year of the Ox. How to adjust New Year picture to the contemporary life of people? What to retain and what to innovate are questions Chao Mai has been trying to solve. He just changed the材体，这样子这种初级的肯定是不行的，对，必须要有新的设计，那必须要符合就是现代人的审美，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尝试，但是。 是不是真的就是能够达到我想要的，让它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来，还不一定。牛年啦，画了两张牛年的稿子，你帮我看看。这一张呢，其实我想就是我的表达想就是突破一下自己。我觉得你的想法很胆子很大。 大胆，大胆呢？但是呢，就是跟我们传统中的桃花坞的年画呢，可能有点距离。所以你肯定觉得这个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你这个牛好像是从中国的这个五牛图上面。<笑>对的，原兽，五牛图上。我这边有个小机关嘞，就是我今天把它这个鼻子这边画了一个如意，这边是一个钱嘛，表达就是。 必如意，最有钱。外形比如讲，你是上面是什么？表达山啊。中国人讲究就是有靠山嘛。那我认为这个牛上面的很瘦。好像是骨头。画它一定是美的，一定是视觉传达。不要通过讲故事就讲啊，我这个是表达什么？表达什么？没有人来听你讲故事。老百姓拿了这个画，自己去端详去。如果要通过你跟。 老师去讲，我这个表达什么，表达什么，表达什么，自己就失败了。是的，这一点点的都有问题。 Seeking her teacher's advic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hao Mai's project. That's because she knows her elders deeply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New Year picture. She must look to them if the tradition is not to be lost on the road of innovation. 不对，这样子。 然后你这个动作，你这个三个这个手指得扶住板。In addition to help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launch New Year Picture courses, Chao Mai has also co-branded New Year Picture style designs for many companies. 其实一定是有的，别人批评我的时候，不务正业呀，哎，不好好做手艺，啊，就想着赚钱。很多事情是不需要去解释的，我觉得时间最终会给出答案的。陈杰正在刻板，乔大师正在画画。认真刻。 因为我不是那个苏州人嘛，但是因为学了年画，我的内心告诉我，我要继续学下去，我要继续跟他探究下去，所以我必须要留在苏州。
Chiao Mai's aspiration led her to stay in Suzhou and start a family here. Now the whole family of three are New Year picture lovers. On her teacher's suggestion, Chiao Mai modified her design for the Year of the Ox, adding various auspicious signs, mountain, water, bat, rui, and gold ingot. The beautiful wishes of common people are the reason for New Year picture survival, and also the source of inspiration of today's practitioners.我们年画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和表达。我这个朋友他就会跟我讲，你画面当中不能出现绿色的。我说为什么不能出现绿色的啊？我这不懂啊。他说因为我炒股，我不能就是看到绿色的，这对我不利。哎，我就觉得哎，这个信息就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最终它是为人服务的嘛。这个年画做出来以后，它肯定不是只贴在我自己家里，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愿意去贴它。那大家都愿意的、都想要的那个点，我们把它结合一下，然后在画面当中表现出来。欢迎大家能够在这里这个跟我一起走进我们苏州桃花坞百年画。那么今年的2021年马上就要到了，然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新年的一个大礼包。先看这个，这是我为这个2021年牛年专门设计的一幅年画，叫做牛气。As the Lunar New Year nears, Chiao Mai has organized this New Year picture workshop. It goes down well with the attendees.Especially the print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happines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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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把福气送给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太好了！在年画新势力的努力下，我们有换新装了。来，你一件，我一件。哇哦，好漂亮！情不自禁的想跳舞呢。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健康长寿，财源滚滚。记得把我们带回家哦。